第20题，右图是一个螺线管线圈示意图，请问电路接通之后，箭头指向的位置会感应生成什么磁性？我们看到这边的是，这里是正极，电流是这样子流，所以在螺线管这边的电流方向是这样。根据我们的安培右手定则，我们笔画出的手势像这样，大拇指的方向就是 N 极的方向，那另外一边就是 S 极的方向，我们就发现箭头所指的方向是 S 极。因此第20题问我们说，请问电路接通之后，箭头指向的位置会感应生成什么磁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S 极。